老板已经在拿娃娃了，下班了，再见。这就是他的平衡点，你的食指跟大拇指捏在平衡点。不用找，不用找，我们直接买1000块。哦，不用找了，那直接选。认真要买1000吗？我先确定哦。没，认真就是1000。我这样就15。25局嘞，那我200块5局啊。哦，我一局都有7只。哦，女孩子射的话就是5颗，男孩子就是射6颗。射的时候你可以往前一点，没关系。啊，你不能直接刺哦，你直接刺的话我就是视为作弊，就是单那局就算不中了。气球根本就在你前面啊，如果你射不到的话，那就真的是不行哎。来，快，快。飞镖放在手上，这样一只手放在手上。这就是它的平衡点，所以你等下在捏的时候，你的食指跟大拇指捏在平衡点，然后另中指放在镖头，这样。我们要做的时候是手腕出力，来，你试一试手腕出力，不是手腕出力，是手肘出力，手肘是直的。对，再一次。对。然后手不能弯，不能歪，也不要太快下水。食指跟大拇指捏平衡点，然后中指前面顶住，让标成直线，然后用手肘出力，瞄准好。哦，有用，有差，对不对？直接破解。对，就这样，很好，继续保持。好，再来一颗，加一颗。好，过关，差点要哈喽了。哦，我流汗了。是可以哦。哦。哦，厉害呀！百发百中，7只标全中哎。我觉得有差哎，刚刚有看到我第一次这么近还这样子。对。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射飞镖，跟你说，我真的觉得你教得很好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试看。一起的吗？水哦，恭喜，满打。我现在来做什么颜色，你射什么颜色？没问题。来喽。嗯。是这一盘哦，这一盘。我现在要中间粉红色，右上红色，右下黄色，左上粉红色，左下红色。绿色、橘色，之前放在桌上可能都会看。我找到我的自信了。你顾你的 biu biu， 我顾我的秀秀。没问题。老板看你射到已经紧张到擦汗了，我也很紧张啊。我很怕就是我教大家怎么射，结果我自己射不到。老板骗你是？哎，车快！对不对？恭喜曼巴，我叫破解王。玩什么都有障碍。没关系，只要你跟着我，我就带你破解。我要跑路了。老板说他要跑路了。这是我看过千元大挑战最强的一组。听到了吗？对啊。看过千元大挑战最强的一组。最强的一组，你直接破解，连老板都吓到。你看老板在干嘛？老板都。老板已经在拿娃娃了。下班了，再见。好，这是最后一杯哦。我快哭了，不要再中了。你好呀，妈妈。又过关了。好，恭喜，最后一局满把。你有看到老板那个又尴尬的笑容？老板再笑一次。我真，好，来算一下，合计几张算一下。谢谢老板。21222。最近总共漏蛇3局。所以可以再换一个7点。现在又进入了困难的选择娃娃时间。哇，颁发奖品。来，慢慢签收盖章哦，感谢。来15张。15张。
谢谢老板，谢谢两张，谢谢。我想说我会不会那么近连15张都打不到，就只能靠最后用1000块收这只熊包哥，结果不小心都打了22张。还好后面直接破解，真的就是怎么握，然后我的自信整个就来了。我又跟甘娜里说旁边的麻将还有熊包哥，我们再去把一只熊包哥带回家。结果过去的时候已经2只都被换走了。我一直觉得那个连线是很难的，我们下次一定要摸一只玩。好，还是大家可以告诉我摸麻将有诀窍吗？虽然我常常被网友呛说那娃娃多少钱就买得到了，真的是很笨之类的，但是我觉得我在游戏过程中的那种感觉是买不到的。对，你享受那个游戏的乐趣。